有一些茶人他喝了好茶之后啊，再去喝那种品质一般的叶底啊、工艺啊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的茶叶啊，他就会说这个茶叶喝不下去，入不了口，锁喉。那么锁喉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茶人他会说这个茶锁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重点针对锁喉的这个术语来给大家做一下讲解。什么叫做锁喉呢？从字面上去理解啊，就是这个喉咙啊好像被锁给锁住了一样的，又没有钥匙它就打不开。那么长期打不开的话呢，这个人就闭在里面就不舒服，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什么样的茶会让人觉得有这种闭着不舒服的感觉呢？那么像我啊，之前我自己也喝过，就是有一些那种窝堆窝的就是有点过头了，或者呢它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湿度过高，要不呢就是这个茶叶的发酵啊它没有控制在一个很合理的这个阶段，它出来的这个茶叶呢就是一冲泡过苦或者是过涩啊，让人觉得一喝下去啊它没有达到就是茶该有的那种清凉舒爽，没有那种收敛性。苦跟涩可能它有，但是呢它没有收敛性的话呢，它一喝下去，它不是马上的这样子让人的这种细微的这个细胞它是扩张啊然后收拢啊，它一个良性循环它就没有，它直接就让你的喉咙呢感觉那个水分被带走了，它引不来新的这种水呢去填充它。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把水带走了然后又没有其他的水来填充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干燥，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的，你长期的就是你的水源地下水也被采啊，然后呢也种植物啊种什么东西，但是你不降雨，长期不降雨它就会导致这种干旱。喝茶也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毛细孔或者是我们口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物质呢比较微小，但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真正好的茶它是可以让人体啊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